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好，在今天12月22号晚上6点，本周的台服更新的公告就是精选词的部分哈、哦。对酒当歌，那三位英灵葛云一、秦维刚跟古伦德。那基本上，如果你的十字印真的不够，真的不够。甚至连90抽都没有，但是又会想要抽仙剑的话，这一次一样跳过、哦、那仙剑什么时候来呢？目前感觉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下礼拜，好像啦，不确定。那也有人说是过年前啊，那我自己偏向是下礼拜啊。好，那如果你想抽这个卡池的话，那除非你有。秦维刚了跟葛云一，你缺古伦德的话，你再抽。像我自己啊，我可能会抽这个卡池，因为我秦维刚跟葛云一都有了，就缺一个古伦德。对，好，再来是祈念之轮哈，风铃声的这个时装。那这个时装老实说，在那个轩辕剑联动的时候啊，风铃声刚好是用这一套时装上场的哈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。那这套时装，老实说，就是我个人觉得也是蛮漂亮的。那就看各位要不要去做个祈念一下了。好，再来是礼包的部分哦，泰玄秘藏，感觉都很烂哈、哦，490块，泰玄石50颗，玉泰玄石50颗，十字金150，匠心材料箱1690元，石髓3颗，这些我觉得这些都很没意义啊，是这个钱跟那个。拿到礼包内容根本是完全不对等的价值，对我来说啦，完全不会想买。那圣诞节礼包看一下哈，990块，又获得十字金这个488，然后十字金5个，然后铜钱88888880块。那十字金5颗，十字金488，这样比较划算吗？有啦，划算一点点而已，就是接近这个价格。好，然后重点是购买后会再送100个十字金，这个还可以接受啦，那其他的2个我觉得就还好。好，那本周一样啊、哦，是养生周哈、哦。那如果你十字金很多的话，你缺古伦德你再抽；如果你十字金不多，麻烦各位留着抽仙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你的频道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追踪我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。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